们好，欢迎来到完蛋的什么备忘录。再见。直接开始想 repeat 什么，我一股莫名的忧伤。天天的也不知道我有多乐意随机出门，800多块钱这年头玩习惯了，来个400的该不知道该选谁了，先看情况吧。我们有个蓝胖子，哎，蓝胖子可以给我。前段时间玩了两把，先看对面吧。玩了两把这个情况，感觉蓝胖的这个英雄配音很有意思，是两个人的声音啊，自带对口相声。小鱼十万，好多大只剩十秒，我会不会缺？谁是大哥？我要小鱼。只剩五秒。对，又是小黑店吗？具体的不去管他。对面你玩也可以。哎，蓝胖好像要鱼哨，一次没玩过，要不我瑞个这个算了，玩过这个。准备上场。对面剩了两个远程，你不想要蓝胖？哎，我正好没什么可以玩的啊，那问一下队友要啥。蓝胖可以给我呀，给你吃树。哎，队友连出门装都商量好了。哎，谁给我个吃树？你们每人给我一个吃树吧，我就可以出门裸鞋了。要不要胖子小鱼？哎，我要胖子，我胖，哎，不是，我要胖子呀。那个鸟都没鸟我，给大哥啊，算了，先看对面吧。看起来队友完全没有要给我的意思。对面还有30秒，战斗开始。出了左护法，好像可以来朱哨，就你了。你说什么？这是人？哎，还队友还真给了我个吃树，好幸福。这个猪的配音是人话吗？总之现在来说，圆盾 repeat 想买圆盾那真是做梦。不过某种角度上来说，两点防御可以凑合着当圆盾用，虽然特别凑合，肯定比圆盾差了。小鱼哦，蜡笔买了一大堆吃书，好队友啊。蓝胖的大哥，教就教呗。对面少个人，这个情况猪可能还真比较好发挥，好多远程啊，远程在面前就是肉吃啊，脆吧唧唧的。现在早一点点这个减甲的话，战斗力真不是一般高，甚至来说斧王也是很缺这个护甲的问题的。早期他需要做的功能性装备有点多，其实不会特别肉，当然除了他吼住你的那一小段时间内。不过原来来说，这个猪手上捞这个东西，DOTA 一里面手上是捞个双截棍的，现在这边变成流星了啊，流星锤。想一想，好歹算是18般兵刃，样样精通嘛啊。想那话是怎么说的啊？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硕棒，鞭锏锤爪，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刺，带钩的，带刃的，带没针的，带锁链的，扔得出去的，收得回来的，好长的气儿。不过蜡笔好像不是要往下走吗？怎么又回去了？火肉山，虽然我不知道它，总之看起来很贵的样子，看起来是棒到土豪了。队友嘛，蜡笔是跟我走一条的，还是这句话，许许不够。余少，你确定你要单吗？下面老虎吃了个双倍，你这个这。我一个没带，带了圆盾也不扛这个玩意儿点。那、别 A 我，别 A 我，哎，刚好一步倒，嘿。哎，老虎表示，别以为你会念贯口，我就不打你。好吧。翻不回。猪现在来说，好歹也是对比赛常见脸孔，大招改成高输出以后，这玩意儿也输出确实高啊。开头也确实一直很不理解吧？你说一个来拼一个，你说一个，他对对面的第二个人还没有漏，总之先逼一下走位。第二个冰女啊，好，不，我们变成钢三了。哎，队友劣势入钢三，请保我呀！那我二级就加鼻涕吧，战斗力比较强。
然后虽然兵线有一些倒霉是逼过去了，不过不要对面两个人特别脆，小鱼还反拿了斧王的一血，这是人先打一波。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没屁股年轻，哎呀，年纪轻轻的屁股的没什么屁股，光剩脸了，打我的屁股就跟打我的脸一样。上路小鱼反而拿了斧王的一血，怎么拿的？斧王扛兵200年没赚，那我只好等吃树，估计得吃光。哦，队友谢谢你的大药。猪说的是哪国的语言？话说你们这样站位是不是这样刚三好像不太好吧，兵线不太好，我又不敢上去补刀，连护肥也做不到。蓝胖子同学，刚三不是指你在塔下挂机，当年牛少挂机保人也就算了，你蓝胖挂机保人还跑去我们塔下挂机了，你这不是保人，你出去聊天了吧。总之上路小鱼拿了一血，但是他的日子依然不会好过，这个一血只能给他一双鞋子。下路一点我一点，中路是打黑鸟，是个人都不乐意打黑鸟，我现在一点也不乐意，我也不觉得下路都好过，这两个远程我吃喝点的又不够，一批一个出门的嘛，总之先加嘘嘘，那先多喷点鼻涕，以我鼻涕作为起手，我这两个走位，这个走位可以杀，正好打破一下局面。哎呦，我好像进塔，不要紧，我能先拼掉他，没救了。人头也是我的，还行，也不是特别行，但是好歹还凑合。坏处是对面确实兵旅是酱油啊，老虎以这个兵线控在这个地方不好杀。理想中的局面应该是啊，你又回塔下挂机了。外面那个妹子究竟要有多漂亮？小鱼果然拿了一血，日子依然不好过。我方上塔已经鼻青脸肿。理想中的钢三状态应该是蓝胖蹲左边树林里，他的射程好歹比拉比克这个控制技能射程稍微长一点，然后蜡笔在跟我在线上正面对线，蜡笔我在被点的时候，蜡笔还可以还一下手。已经鼻青脸肿。现在直接变成了。死胖子塔下滚，你这样打我又杀不掉了。我方上塔浪费来。鼻青脸肿。上路已经被越塔干来干去，小鱼能吃到经验吗？那个位置好像还是真能吃到的，也挺聪明啊。上塔已经鼻青脸肿，光看小鱼好像漏了很多刀，还被点了很多下，没吃没喝，最后一颗吃树，我还没有屁股。这样还是这句话，下路这刚三，哦呦，开始耗我了呀！嘿，赶紧收个刀，不敢浪费太多的蓝，要不然待会怎么说呢？待会儿对面魔棒，哎，没有魔棒，魔棒积攒过多了，不太好上。上塔马上要掉，我方上塔已经四分钟，那个塔一掉，老虎何止草鞋，可能快有相位了。哦，已经天阴了，那相位还差一点。冰女也会有足够的钱来出绿鞋，没用啊，必须只能这样上了，硬着脸上呗。我们技能好歹还多，希望我能比他玩死。好的，一剑戳在腚上。好吧，虽然这个因为各种各样的关系，我觉得这刚三刚的输得特别惨，但是中规中矩八。那我这个怎么过去啊？走过去也没钱了，走过去估计能买鞋。这个开局看起来不是赢了，为什么我感觉一打得好像要赢一样，但是我怎么感觉开局输了呢？输得满脸都是鼻血，蓝胖子一组眼没有动，身上戴着个眼，大眼瞪小眼。小鱼还行，蛇棒是两级的，三刀剁死还能又能接点灯又能赚钱，但是老虎估计点金都快好了。冰女死了两次，就一直是我换冰女，还是三人路主力换的冰女，还胖旁边点的死去活来，你看走不上来吧？哎，聊天吧，来吓吓他。Here we go. Oopsie daisy. 都是年轻时聊天犯下的错呀，没卡住。上路小鱼居然在侧位，应该不过看这个感觉，呜呼！不要依我，不要依我，依他，依他，我帮你回一下头。蓝胖好像是没救了，我有功夫杀冰女，杀不掉，不行，输出不太够了。技术装该有的也有，然后我的嘘嘘时间不太够。钢背在没有大的时候输出是低了不少，现在的大叠那么五六七次吧，三级，每一级差不多加20来点攻击力，只要打起人来连鼻涕带刺儿的
能收到吗？失败。打起人来连鼻涕带刺儿的，那物理输出高得很。现在嘛，尤其是早期，你就当我的屁股跟没长一样。这话说的，也确实吧。通常早期都只有一级屁股，我以为有一箭射过来了，吓了一跳。相位绿血，那我彻底就标标准准的打成劣势路，上路塔还被打掉了，下路劣对。斧王在被人围殴，总之我先看好我的兵。谁说话的？能补刀吗？哎 ，OK， 刺一下，哇，这肉山特效炫酷啊！那上路死了一锅粥，蜡笔还是挂掉了。蜡笔日子也很惨了。蓝胖，你就安心聊你的天去吧，这个局面由我们来，好像可能。对面确实比较脆，但是黑鸟那正好装备很标准，非常的标准。这一场出装可以跟比赛完全一样，没肯加退 BKB， 走了。提示一下队友，那我赶紧安心发育。哎，狗啃屎一样扑向兵线，然后漏了一个刀。哎，好好补啊，好好补啊。瞄眼中路，好像我说什么算了，初期发育畸形，安心补刀，至少给我混个大招出来，没大没虚虚。正打了一轮没死人，挺好。不死就是胜利。我觉得现在往后，小鱼已经一脸要死的样子了。小鱼打得挺聪明，蜡笔也不错。总之，这场有希望。漏了一个刀，换了一个，换掉了，没救了。谁能反补一下他也行。手扣手物，多买了张 TP。前期装备要做个骨灰吗？那不一定，队友有很多人可以做骨灰的，可以暂时先不考虑。下路还是打过成一锅粥，我继续发育啊，发育。果然那是挂掉了。卡尔中单的看起来也不是很顺，而且对面围着捏着中路猛揍，也确实上路塔掉的比较走吧，掉的比较早，嘴巴又瓢了。中路这塔要一放，我们就很难过了。呵呵，你好，你好，你好，呵呵，你好，我回家，我回家，我懂了，我懂了，我回家，我回家，再见，再见，再见。这事儿闹的，你看，好好说话不得了吗？你告诉我一声，我会回的，不用打一顿再回。哎呀，多伤感情。中路的中塔也表示很伤感情。我小鱼没大，三没有大，很危险哦，很危险。我小鱼，鱼少没问题，有队友 TP， 蜡笔。TP 的这个位置随便能举下谁，往回往塔下一丢，嚯，炸得很准。虽然天火炸歪了，但是还是挂了。不错，那我不够钱，先把煤坑点上。不够钱，先买个 TP 再说吧，看看情况，圣殿开开。待会儿可能一不留神都做成绿鞋了。哎，日子实在过得太惨。总之，先来中路混战一波。很久没有参与过这个世界的团战了，给个 BT。开头一级 BT 想直接丢人是不太现实的，所以说揍人起手还是用 BT 起手比较好。用刺儿起手是打伤害用的，或者说对线的时候用刺儿起手，打人的时候用这个起手。哎，先收一个这个。要不要回头再丢个 BT？ 跟我打坏处就是，真是坏处啊！中了一波大团，对面每个人十五根魔棒，大家很难打赢的。老虎单独发育，我们中间下面小鱼单独被毒到两个人，应该没事儿。对，猪他们不会下那么死劲儿。等一下，你们打头猪不要，等一下，救命！啊，哎，好像有救，回头喷个 BT， 然后再撤。我怎么就管不住我这手呢？喷个鼻涕他能吓死是不成？哎呦，不好办！老虎这个位置切入高等级的流星，蜡笔偷到了一个人大，把老虎。哎，蜡笔偷到了这个玩意儿，把老虎吓跑了，蜡笔自己也黑了。这个刚才说到哪来着？算了，不重要，反正我都活了。跟进，哎，等一下，冰女一个大，蜡笔摸到冰女的一个大。小鱼应该，然后蜡笔被偷掉了，这个我杀不掉，倒霉催的呀。对面虽然说死脆皮多，但是远程越多，前期越厉害啊。哎呦，又被踢了一下，我们这边一车皮弱智，嚯，躲开，还好，那关键没有接好，我又被毒的镜头毒到了，但是我救不了小鱼了。等一下，撤一下，好像我也被毒到了，我靠，跑得飞起，我好像又挂了。一会儿斩杀虽然拿大魔棒顶了，但还是挂了。好，等一下，这个蜡笔好像也要挂。这关键虽然又失败了，一柱
顿臭打，高等技能流行。老虎能死吗？好像能死。还有最后两个，哎呦，两三格的小魔棒补了下。小鱼不要啊，你没有大呀。可能又有关键了，没有，走走走，哎，继续打，打得去十一点呐。我突然有一种排队送的感觉。我 TP 还没 CD 呢，人又活了。小鱼果然在地下劈叉了。连送两个人三四个，哎，等一下，队友们是不是稳住一下？我不是很想去了，中路塔也掉了，哎，正好不去了，哎，等一下，是不是从我开始往中路走开始，队友就被我引领了一波又一波的团灭，把前期的小优势直接送了大概有十个人头啊，没有七八个人头左右，他们这就是怎么换的，确实是不好打吧，尤其是现在小 A 能扔上去，不错，能抑住吗？赶紧，我还能救得着。哎，上面一个冰女，老虎 A 我下，冰女在上面死掉了，不要紧，我可以在这里等队友过来。身为猪刚，关键就是刚住，不能怂。赶，哎呦，哪来的剧毒？不能怂，能先死吗？哎呦，哎，不，行。赚到了，还赚到一些经验。我现在都这倒霉节奏了，虽然数据不太好看啊，换到了两个，哎，能换到两个就赚了。这被全打，对面远程是多呀，打起阵地战来，还有左护法在这个，厉害还是厉害的。虽然目前剧毒可能刚好没加大，过一会儿我们日子更倒霉。斧王前期节奏很顺，好消息是，也不是什么好消息，哎，黑鸟肯定也成不了，虽然死了两次了。还行，比梅肯还有一段距离。这个先把这个开看，队友，先不想下一下吧。嘿，我能做出梅，能及时做出梅肯来就不错。现在小鱼这个大招一改，真是低端局嘛？对啊，我就是菜鸡啊，我打的这种菜鸡局中，小鱼这样解，就刚才那样，小鱼又会差一点。刚才小鱼那个大招绝对让他多死了非常非常多的次数。一分钟一个大，真是连续，各种死了以后千里 TP 送过去，那大都还没 CD， 刚好差那么两三秒。哎，我来帮你补了，看你补的这么吃力啊！下塔，虽死犹荣。来，胖子同学好像有一些很不满意的样子。反补一个塔嘛，不要紧，不要在意这些，总是拿刺补一下最后一个刀，还好没中流星。手上拿个流星锤，天天吃流星是个什么意思？对面上中下三路，哎，二幺二分路刷钱，我们没一路敢上去跟他们拼的呀。对线真是打不过呀，这边被抽一下弱智，上面一个小鱼碰上斧王，电风扇转的跟啥一样。下路不说了，对吧？从最开始就打输了，何况现在这倒霉催的，人头是齐平了，经济差距肯定很大呀。得，我这一抽掉一半蓝吧，得快出来，已经是抽之前后，还好对面的关这个等级好像没有把握好，射箭老是失败。哎，这个能够着吗？这个情况我就不做师爷了吧，再做我又把自己做的特别僵，有了，好像蠢都不行了。哎呦，好兵强，要不然我估计死了，还出出推对棒了，不错，我帮你吓走一下人，随便丢一点鼻涕，赶紧走，喝一下。你卡尔应该不会死吧？虽然被点了个补，拿刺儿碰巧抡死一个兵，稍微打得多一点的话，物理攻击是不缺的。希望我能及时做出梅肯，虽然好像不是很及时。上路小鱼在猛带上线补经济，下路蓝胖子跪在二塔下聊 QQ， 这明显是去聊天了吧？正常跪在塔下还动缓动缓的，你去聊天，这兵我就替你收了，别浪费。刚收完你动了，什么意思？哎，这个刀居然补到了，简单挪了一下屁股，动了动又这，而且突然间感觉好不平衡啊！这明显切出去聊天了的选手啊，秘法鞋都做出来了，日子过得很滋润，我这边穷得满地找牙。开始逛野区，侵占我们的斧王开始占着我们家野区资源打钱。关键是我们蓝胖还好，就是蓝胖没怎么干活，说实话。好像大死了，哦，漂亮！这拉比特凶啊，有意有大。这是怎么做到的？
也可能是别的一些动作吧。刚才仿佛感觉他是开了个冰女大阵，没错，但是他好像又把那谁把剧毒给抑住了，是我的错觉吗？还是极冷点呢？总之过来，哦，什么事儿？我去，老虎的影子梦，好像我能活个屁啊！我去，发生了什么？老虎那个大影身，完就站在那里吼住了我们全世界。哟，又干掉一个，肺都打出来了，好像一瞬间，半秒钟内好像转的跟电风扇一样。什么事儿？小鱼完全没有任何打算，吼住四个，转死三个，我方中塔狗一样的爬回去一个，还是 TP 掉的，中塔好像要掉呀，这事儿闹的，我方中塔正在挨打，大事不妙啊！可算玄冥盾牌出出来了，比原来稍微肉了。哎，这个塔打的比想象中的要慢很多，反补未遂，中路被打凹进去了，局面不是一般的倒霉。当然后期我真不敢说后期，原来我一直很长一段时间的我一度认为熊德打后期是相当无敌的啊，直到那谁的黑鸟在比赛里吧，又忘记是谁的黑鸟把将近十来格神装的熊德打得屁滚尿流。哎，好像要过来放眼，黑鸟的超大后期真是受不了，尤其是 BKB， 总之看能不能拉到，拉不到就这样吧。攻击力就大招改成加那么高攻击力以后，打野倒是方便了许多。然后队友既然不收，队友其实能收野区资源的有很多，但是卡尔和小鱼明显是一号位和二号位啊，我能混上个三，我尽力不太丢，尽量不要太丢三号位的脸吧啊。既然他们两位大哥都倾向于收线，我就多把野收一下。石头人你好。先看一下这个冰女啊，老虎先丢了个极限球，短期内战斗力提升不大，这2000块钱投资是很亏的，不过很肥是真的。蓝胖子一如今日也是一如既往和平的在聊天。小鱼怎么了？你不是小鱼吗？他是胖子啊。啊，难道你们这个基友叫小鱼？五五单杀老虎，拉住了的时候跳了吧。你有多激动啊？哦，血量不满有可能，刚才看老虎血量确实不满。那小鱼这机会抓得不错，完全都没有看见。总之我继续发育，那个梅肯快要好了，有了梅肯就可以救一下自己了，我就不乱扯了。对于队友来说，我的梅肯通常是摆设。冰女过了，有眼，多谢指点。哎，好像可以打，这个没跳到，冰女直接 TP。那我继续发育。下路好像谁在没有，卡尔在勾搭人。那个大萨去哪了？哎，在这儿。你好，下路卡尔回去应该是要拖一下线。我这边好，哎，特别开心，终于听到这声清脆的声音。我有梅肯了，我不再是智障啊，不是，我不再是酱油了。好像有梅肯更容易变成智障。下路往推一波。我们没可能第一波，哎，回来，大约可以。哇，斧王冲塔，游戏呀、啊！总之先给那边，我一来中塔，先把这个剧毒拿死，不要紧，请追。我有没早了，算了，无所谓，先把这个敲死。在我变成智障的一瞬间，把剧毒拿死，我的屁股终于长成了。哎，这一波好像能走得比较，我能给上鼻涕吗？你这是作死，一棒子抡死。哎，这个剑差点中，哎，赶紧帮他追，应该是死不了。棒子再抡死，哎，捡到了两个人头，不错。前期这一波打回来好多好多，起因是斧王冲塔嘛，确实是。卡尔推推有了，关键性道具这一波倒是都做齐了不少。啊，吃秘法的事请带我。总之这塔应该可以推掉吧。天辉建筑，毫发无伤。可以，没问题。可算找补回来一些。小鱼看都不看这个塔，真正的大哥从来不在乎这五毛钱塔钱。敌方下塔，迅速的去收线。这个直接走。那我这波兵我就替你收一下，好像一个也收不到，给我一个。哎，行。卡尔也没准备走，这个车子算了，随缘吧。上路老虎，这个不是老虎，那是怎么说呢？对面的主力经济点。
发育的都不错。斧王慢慢的将会迎来他的乏力期，哎，关键这或者功能性道具需求的比较多了。对，要跳，要肉，要死肉，现在想要肉起来真的很困难。总之还是这句话，队友不利用野区，那我就多打打。打远古也不是那么吃力，大概吧，打不了 A， 我试试看看情况，切假腿来放刺儿算了。好累啊，这样切，好累啊！智力假腿打了一波大野，算了吧。又哎，喜闻乐见的这个漂亮的跳跃，正好杀人拿肉山。虽然这两波不是一码事儿。有结界，哎，不要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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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一下，哎，有死灵书，让死灵书扛。这开始拍地板了，不要紧，我们有维肯。打完这个，我就应该回家补血。不给你这么多，现在还真不好说。小鱼也是满街乱跑，开始单抓人了。嗯，这五层的 buff 直接给了，这五层的战役直接给了100的攻击，真高啊！中路状态不是太好，这个减甲鼻涕是减甲到三级才能开始减两点甲，秘法 CD 还有一点。那跟队友说一声，来吃秘法的时候带我。万一还有那么几秒钟，他待会儿不带我就麻烦了，这下一波团战可能不好打。在这个团扑的悲伤，拥有着全团人悲伤回忆的点上，辅助同学迅速的做了一个眼还特别有效，梅肯又开走了，不过不要紧，我可以拿来抽我的肉质，那个应该是死了，我又没救了，一个大摔死，哎，开早开晚都是死，毒死一个，这个应该也毒死了，跳皮啊！卡尔活下来，推下去了，漂亮。漂亮个头啊！一包针眼吧。小鱼快走，快走，走得了吗？小鱼家里掏了把引刀，完了。我们迅速的还了一波团灭。灭得很彻底，不好，兵线就在我们家门口。虽然我们都会年轻吧，等级低复活快，但是高地是不是要掉啊？对面小鱼补了一根引刀，是走单杀。小鱼买活，可以稍微拖一下。小鱼现在没大，哎，我活了。游戏，我跟小鱼一块交个符文不要紧。评判一下对面的攻击，我觉得我可以去冲一波。没大哦，谁把我推进来了？放毒哦！小鱼开始切剧毒，不要紧，剧毒没有大，黑鸟没有大，我切哎，不打了，不打了，那我有大魔棒，我有梅肯，赶紧走，赶紧走，造成了吸收了成吨的伤害，造成了成吨的伤害，对面补给跟不上的，全员打掉半血，该撤了吧？小鱼这波买活挺关键的，我居然奇迹般的活了，这好像是哦，一天火砸死了一个兵旅，这倒霉催的。差一点，要是这一路刚才那一下就真是运气好吧，扛住了，没扛住，有确实对面缺了点大招吧，没扛住，这真是倒霉啊，先买个斗篷，魔法输出真不是一般高，要是没扛住的话又会变成跟原来在中路外塔一样，对吧？对面五个人站齐了，摆好车马等着我们挨个轮流送，还是含泪送。总之打黑鸟无论如何已经不是做什么先锋挑战笛子就可以扛住黑鸟的嘘嘘了，而且同时哎呀，拉比打个野打的吐血，真是打的吐血，以后野就交给我吧，你可以站在旁边看啊。这个能补刀算了，交给你弄个刺儿吧。现在来说回蓝手段好像反而不是那么缺了，不过好像我已经没有时间来给自己做个骨灰了，直奔 BKB 吧，希望赶得上那波。现在大家分头发育，我背后仿佛有人蹲我的样子，但是好像是 QQ 选手在蹲我啊，加错了，是三级才开始一次减两点甲，二级呼，这老虎有加速符应该是没救应该是死不了的。这个我们三个人对峙，对面上路只录了一个人，我没有针眼不要紧，给个这个呼，推推棒又和卡住了，激动的卡住了，推推冰墙漂亮，哎，你也别走，得罪了胖子还想走，我吼住，哎，你也别走，一个刺就行了，请跟上，卡尔回头，请跟上，我输出很高的，
斧王在我面前一点也不肉，看来要被铁火扎死，果然扎死，赶紧走，作案逃窜，作案逃窜。为什么人头都是他的？梅克太早，就中塔杀人拿塔还是三杀拿塔？可算给我一个塔，一下二塔，对面倒了三个人，尤其是斧王这把跳吼，还有这么长的时间，应该是可以的。小鱼顺带带一路上塔。哎，哦，老虎刚才被小鱼打过一顿，状态非常次，这塔拿定了，拿完了赶紧走，抽一下胖子，胖子有两个脑袋，智商降得比较慢，走啦走啦，避开避快好了，已经意外身亡，不纠结。下路的兵线正好，哎，不对，临走前收他们一波野，上高坡再打吧，感觉有一些危险。我脚下踩的这个位置还是很容易被做上眼的视野的。哎呀，小鱼继续在上路带线，胖纸开始奔着野区，看起来，哎，看起来外面的妹子 QQ 聊完了。你要来打野吗？一起来啊！哎，不要客气嘛。反正我是打得过的，有这个梅肯来的又不是太多，切假腿放刺，我到底是有多寂寞？假腿切得快，能切成极限球是吗？上路剧毒，总觉得剧毒一旦露在那个位置，哎，队友迅速的就看到，总觉得是一脸作死的样子，我就不去看了，我状态不太好。哦，推进去，哎，推推兵墙用得很。刚才还有就是，确实我被放逐卡尔那个推推兵墙也干得非常不错，兵墙驾驭的好，这卡尔是不错。下一波野怪大爷继续利用的，哎，好像有人过去了，我还是包一下吧，大爷就先慢一点。上路队友四个人，我回家补状态。哎，我回家补状态。哎，其实就是没过去嘛。哎，这场到不了，这场到不了。你们就当我没有来过。上路逼一下二塔，拿得掉吗？中路黑鸟在路线，我们人路的太多，他们是不是要强行推中？黑鸟羊刀快好了。总之先加一下速。垫一张 DP， 是想拿二塔，拿二塔，我们回得来。对面不再蹲这个黑鸟了，哎，我也没有打断 TP 的能力，就这样吧。黑鸟一张 TP 走，哎，那这样我们又赚了。这一波对面很亏的，没打到多少钱，被牵扯回去了。我 BKB 也快做好了，可算队友牵扯了这一波空间吧。小鱼是引刀的，哎，迟早也得出 BKB 一样的。不可能不出，对面这个呵呵在左护法面前，小鱼都回不上血来。告诉队友三百 BKB， 啊，输入法暴露一下黑香菜的事实，不要管。这个肉山还没有，待会儿我会替你看的，不要紧。话说刚才混裂说，哦，因为是刚三，也确实没什么空来拉这个远古眼，推远古眼吧，我也没有出瓶子。确实来不及，不太来得及出瓶子，中路被秒得死去活来了。上下两个人各自发育，我们这边也各自发育，啊，三级这个就可以了 ，KB 带上，哎，但是我卖个啥呢？Palm 宝石不要紧，不要紧。小鱼不是特别怕宝石的生物，我觉得你还是不要上了，一个剧毒，一个这个，先不说俩人互救，先卖 TP 吧。还是卖等一下，要不卖你？我觉得魔抗比较重要。我的 TP 我真是，我手真是贱啊！卖一张 TP 买一张，我到底图点啥？斧王，哎，先锋挑战跳刀，但是你不肉啊，对吧？你没有护甲呀？你看见我这鼻孔里的什么东西了吗？啊，这个。这时候要是有个阿托斯，我不就把剧毒给当杀了吗？想的总比做的好，这时候哪有进去干这个去？阿托斯这玩意儿是真贵啊！我只要对对，原来跟谁提聊天提到过这个话题，但凡他减少一根魔力法杖，我是个人我就出阿托斯。哎，上路三，下路两个路线，上面三个队友危险。好消息，好处是。黑鸟推过来有羊刀吗？推过来放逐那就不怕哦，死不了人的。上路你们没二塔，支援很慢，我觉得肉山差不多该刷了。这边剧毒再往梅肯早就做好了，再往一丈走，
走就走吧，我有 BKB 了。哎呀，不过哥不怕，应该是有。来来来，队友们快来，开肉山开拍了。嚯、哦，两张 TP， 难道我直接开打了？反正有没肯可以补一下。状态图满，小玉你先扛。怎么又打我？猪脸这么好打吗？猪腚要不要？卡尔呢？随便了，你们俩随便让，我又不抢这个盾。我的命没有值钱到需要用盾来保护。卡尔跟狗一样的就退下来了，就四层了，别多了也没用。给你给你，顺势一波。中路还下路？好像是中路，好像是下路。哎，大家一块跑散了，下路吧，下路吧，跟着这两个腿短的走。余少来得快。胖子同学，你去干什么？胖子秘法以后裸了一个笛子。嗯，行吧，有钱比什么都好。话说聊天是这么有钱的类型吗？下次我也切出去聊。哎，好像想到了一些不太美妙的事情啊。啊，聊天给钱。哎，中路黑鸟看他那个意思，怎么想都应该快扬刀了。然后这一波上对面，现在刚正面未必打得过我们了，看谁有没有打好吧。哦，小鱼也有 BKB， 那基本肯定是打不过我们。小鱼，对，卡尔还是有盾的。然后蛇棒大阵摆好，还好我打蛇棒还算快。算了，找个好位置上不去。小鱼带一下上路线啊，带一下中路线，我们两路分推。哇，小鱼领会很懂吗？一个吹风吹起了两根蛇棒啊，蛇棒一脸的寂寞。我就知道好歹也是个会玩的蜡笔先破。哎，居然有零头，我都没注意。在猪面前出零头来。我被抽了下，掉了这么大一块的蓝啊。啊，没有，掉的是上剑，没问题。一箭射在鼻孔里，有点疼。也是吧，这么会玩，能不能喷？这个蛇棒看着好碍眼啊，但是我觉得我去打可能会死掉。嗯，蜡笔在下路跟剧毒对插蛇棒，哎，开心。继续推，哎，好像开拍了。BKB 开始顶起来，直接顶着进场，前十秒 BKB 就干这个。黑鸟，哎，出羊刀吧，不出 BKB 了。剧毒的大直接给我扛过去了，推将推走了。哦，那哎，老虎战，那我就近打吧，反正那个推不走。回头给卡尔来个没坑。小鱼好像没上了，没管，总之见谁打谁接着打。哎，还有个满血的，揍你，继续追。有谁买活了？米拉娜不要紧，下面队友可以给他争取拆塔的时间。蓝胖子扛了一堆塔，然后被瘴气毒到了，被两个塔暴打。我不管，我先打死剧毒。蓝胖这个好像要死了。哎呀，宝石，哎呀，我也死了。好吧，下路队友该送掉两个人头，卡尔应该送掉了盾，好像有点危险啊。这路哦，对面只有两个人，但是剩下两个大哥，哦，差点蜡笔，哦，好像死不了。他选择放逐了一下这个，打不死这个了。这个哎，这一下失败，投一个东西，赶紧跳。下路能拆的吗？死灵书，哎，卡尔这死灵书拆的飞起，还是有戏的。追那个剧毒没有付出浪费一次高地机会的代价。哎，能单杀，能单杀吧？对对，逃跑了，撤，双方都怂，能 A 死，能 A 死。那这下高地就够了，小鱼也是。敌方下路兵营已经三个人没死，哎呀。胖子同学刚才好像说了一些什么东西，没有看见，不过我很开心啊。开头兑现你蹲塔下聊天，我很不开心，现在我很开心。斧王已经做出笛子，呜，这疼！你看笛子有什么用呢？既然笛子都没用，把小斗篷就直接卖了。这年头还是护甲比较划算，能不能出强袭看缘分啊！也许一会儿还是西瓦呢。总之砸开一路，以对面这种倒霉催的阵容和倒霉催的经济发育，应该是没法与我们抗衡了吧？卡尔还是挂了，等他一下，正好继续。继续走上我们熟悉的熟悉的路线，熟悉的野怪们。虽然身边已经蜡笔也在开始刷野，不要紧，我们可以一块刷。我推下来，你要吗？总觉得好像是不是缺钱出什么？哎，无所谓了。这猪说的这个配音到底是哪国的语言？哎，这有回复，有人要吗？回复服哦。哦，有人奔过来，没人要，那我先打这波野，能拉哦。刚刚好刷新，算了，就打吧。
打得飞快，看看兵旅的动向，好像有一些血，队友两个人开始在后面蹲我，那我不走。哎，猪这年头玩猪怂了算什么，然后我死得跟狗一样。四级的加嘛，继续加黄点吧，还提升效果不明显了，三级减甲两点，对，就这样吧，区别不是很大。三个人蹲在高坡上等卡尔，机动力差，真是就是吃机动力差的亏啊！这年头，会跳的老虎这一套，真是你先出个林肯没有虚虚啊！前期的，我刚说你出嫌你出装错误，你就一剑戳我鼻孔，什么意思吗？嗯，双方混着，卡尔跑得飞快，不要紧，已经到了呀！对，忘记他是飞鞋了。接下来随便啃吃个没啃，主要是给自己吃的。等推到高地脸皮底下，估计这就该好了。然后小鱼没有下一个装备应该出了吧？你出的什么呀？三千八？哎呀，千万别直接出，反正你也不会直接出三千八的，对吧？好像去买鹰角弓了。嗯，那我也去买个球，告诉一下队友，我不是车，蓝胖不用跟我来，我是去买球的。男子汉没有球算什么？实用性最强的两件装备，活力球和板甲，绝对肉。小鱼跑得飞快，可以的。然后司令书开掉了，吐了个鼻涕。你说什么？这波兵到了，你不上吗？啊，算了，先看你打字吧。我人身上有，快点，这波兵没了。掏心，嘿呀。说话大喘气儿啊，三十秒啊，这一波兵都没了，卡尔都快疯了，一口气说完啊，就冲 A 干什么？说这个 A 这回来好像我推走，队友救的真快，说个话大喘气儿，上路一波兵就这么没了，全队的队友愤而转推中路，那我去把上路线带一下吧。我现在虽然队友集中在他们家野区，我漏被五个人打，我应该能稍微坚持一下，大约队友能赶到那么一两个，赶紧把这波兵截回来。要是被兵线推出去了，我们单路推着不太好使。哎，我们上的现在上路路着两个人，中路随时防备要强开团，中间有两个我们腿短的将友，好像强开团了，赶紧去。这小鱼杨哥一剑戳空，然后蓝胖大哥直接三爆。兵旅还把自己往上推，作死！这 BKB 随便顶点的，距离应该要放大了。哎，两个 BKB 从脸上踩过去，啊，冲脸给起来了是行吧？前期哎，后背有一个队友，赶紧先救下队友，回来 K， 回来给后面的两个倒霉蛋给一下美肯，前面让余少去坦，这个能杀不要紧，绿掌有什么用啊？虽然我短期内是没有伤害啊，不要紧，瞬间打死，伤害很足的。对面一口气倒了四个，确实不扛重脸嘛，斧王一起也扛不住，还只能二选一，要不死扛前排被我和小鱼暴打应该是没救的，要么断后排，但是由于他们这边四个远程输出跟不上也是没救的。蜡笔玩得很服，小鱼敏捷也偷，这蝴蝶了吧，而且偷了一大堆的敏捷，算了，一口气三路，你那时候开符还有什么意思，天辉建筑毫发无伤。这场一开始我还以为我是那个比较悲情的人物啊，开局刚三刚的跟啥一样，最后还是打成了烈士路被两个远程打来打去，结果现在看看鼻孔，这回是左边的鼻孔，算了，我死不了，让我转个头，让我给屁股、天天打脸了，哎，我可以来凑合，好像是斧王吧，开始 BKB 过来，省得顶个 BKB 啊，省得他直接哎。好，他可以直接斩我，我只是怕，好像他都是物理伤害啊，我也不怕他点灯，浪费浪费，没坑马上就好了，不要紧，三路全部打开，我不会给你们念拳，你们有人要吃没坑吧，把你切个智力盾吃，也没长多少血嘛，总之啊，不要念拳啊，不要念拳，你们合适吗？哎，我来蹭个助手啊，啊，继续人道主义思维啊，不要念拳，和平游戏。还是死了，不要虐拳，你看你也虐不到，又没闪失什么的，啊，和平游戏，啊，蜡笔被毒得一脸都是，
哎，吃秘法，哎，吃秘法带我，哎，还好蹭到了。现在来说，猪是比原来好玩了不少，简单粗暴啊。不过我比较啊，当年死的真惨，当年比较欣赏的，打到最后还是负分了，靠两位大哥拯救了我们全部嘛。我觉得我好像还是稍微做出了一些贡献，但是战绩上怎么那么惨呢？就说猪是好玩了，但是梦寐以求的阿托斯猪啊，或者臂章猪，素材没有打出来呀、啊，或者说出了那两强行出那两个装备，我都被打成别人的素材了。在意吧，在意，好吧。最后祝您身体健康，身体健康。